哎，是我主席啊，你主席。谢谢主席。我想提临时提案，在议会各委员会开会的影片，请于两日内上传台中市议会 YouTube 的频道，以便大议会开会之前供议员参考。由于台中市议会在各委员会开会不是像直播，我们能够及时看到。那我现在在开会的同时，我才发现说，其他委员会开会的影片刚刚才上传，一直到昨天晚上之前，我要找各委员会开会的影片，关于我个人提案的部分讨论的内容是什么，都没有办法看到。那从刚刚这个家军局长给我的答复，跟我侧面了解委员会讨论的内容似乎有落差，所以我希望主席才是在以后的委员会的开会过后两日内上传录影的影片，以供议员参考。那最我还想向市长继续请教，刚刚我有向文化局局长请教关于现在中兴堂的状况，那我想请问市长，你对中兴堂这一块闲置已久空间，你的态度是什么？我们会请中央尽速编列经费，加以整治跟使用跟这个发展。谢谢。加以使用，时间暂停。真也不是啦，你临时动议你是袂使阁问啊。我如果我没有提案的话，不行啊。我如果你们有在两日内上传影片，我就能够知道会议的内容，但是我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因为我到今天开会之前都没有办法看到教育文化委员会里面的审查意见内容。你这是议会的意见，那你哦，好，那请主席裁示。我有，我提案，我跟萧荣哲议员提案。好，那我们送议会研究办理。好，两天公布有这么困难吗？会处理啊。哦，为什么都要研究办理？不是，要你个虚拿哦。那个有当时有的问题要演，好，好。委员会为什么不能公布？好，那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我到今天开会之前都还不知道委员会。